说你肯说出来的话，那么就可以转做控方证人呢。我们呢会替你向法官求情，要不然的话你就准备在牢里蹲一辈子吧，知不知道？哎，梅德，找到靖哥了。他怎么样？他在医院里。啊，你帮我搞定他，我到医院去看一下。Yes, madam。是。 小姐，有什么事？重案组审您，我要进去看看呢。啊，对不起，长官，上面吩咐过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哎，长官，不要让我们为难。来，请回吧，回去了。 沈凌，你怎么来了？长官，阿坚他怎么样了？他死了。长官，你快跟我说，你当时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沈凌，你冷静一点，听我说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 老爸，什么事啊？我写来写去，老是不知道漏掉谁，你过来帮我看一下。不会写，等阿玲回来以后帮你写不就行了吗？说也奇怪，这么晚了，大姐跟阿静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我看呐，你还是扣他们好了。还有啊，老爸我已经煮好了饭，等他们回来吃呢。 大姐，我真想扣你。哎，阿静呢？都没看到他。不要问我。哎，阿玲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对呀，大姐，有什么事说出来，我跟老爸都会帮你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？ 是不是阿静出事了，大姐？他死了！怎么会死呢？阿静他死了，爸爸他怎么会死呢？大姐，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，大姐，大姐。
马桶，你冷静一点啊！你告诉我，他怎么会死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你告诉我。来骗我了，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事实。你是他的上司，为什么你要阿锦去送死？为什么你要阿锦去送死？阿童。不要浪费口水了，有种去告我！啊，那就等着坐牢好了。别太过分了啊！滚开！你这个王八蛋，王八蛋！我杀他！我杀死他！哎，阿豪，你冷静点！我，阿豪，还我！这个样子好不好？你快点告诉我，婆婆在哪里？哎呀，你不要闹了，是不是在哪里？你不要这样子嘛，像这种人渣，根本不要对他客气。哎呀，你不要乱来，你只是个记者，又不警察。你滚开！你冷静一点，你不可以这样。这件事我们来做，害死阿锦的，为他们血债血偿，好了，血债血偿，是我们来做的责任，你不要管了，你不要乱来。哎呀，雪莲，立刻带你妹妹离开警察局，这是我的命令。Yes sir， 不要拦着我，太好了，放手，不要拦着我，走了，马桶，不要拦着我，放手。说话啊，自己救自己啊！万一好的不灵，坏的灵，那就糟了哦。听到了没有？你最讨厌了啦！我才不要嫁给你！哎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出去鬼混了。你敢？你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不是我什么人？你不是说不嫁给我了吗？你真讨厌！哎呦，我哎哎哎哎哎！好了好了好了。我能要你怎么样，长官？阿童，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了解。你了解有什么用？阿金他已经死了，可是红豹现在还逍遥法外。阿童，你要我怎么讲你才会明白呢？现在警方正在加紧调查呀，方硕有什么用？人呢？我们正在追查，你不用跟我说好听话，你搞不定是吗？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查。你不要乱来啊！红炮这个人是非常危险的人物，你怕他是不是？我不怕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只是一个记者而已，死的不是你未婚夫，是阿静。你当然没有感觉了。我们两个是亲姐妹，我也会难过。千万不要乱来好不好？如果你怕我连累你升职的话，那我们脱离关系，我无所谓。
你晓不晓你现在在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心里明白，大家心照不宣。吃饭啦。哦。阿林，你回来了。哎。你回来的正好，来来来，一起吃饭。哎，哇，今天菜好棒啊！哇，老爸，我没有胃口，你慢慢吃。老爸，他还在生我的气。你放心，没事的，你先吃饭吧。现在这个样子。哎，女儿，你别这样了，人都死了这么久了，你还这样啊？其实说起来，这件事情不可以完全怪你大姐啊。爸，你不要说了，我不想听，不想听。我知道你难过，你大姐也难过呀。老爸，我呢，更加难过。阿童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叔，叔。